长好，市长你好，请问一下市长，这里是什么地方啊？哦，这边就是我们的基隆的海洋广场，是我们看老鹰还有看游轮最棒的一个地方。那请问一下市长，听说基隆美食只有在庙口才吃得到，您认同吗？当然不是哦，我们基隆还有很多隐藏版的这个美食都在巷弄里面。好，那我们就要开始进行今天基隆美食王的快问快答喽。好，第一题，请您举出一道最能代表基隆本港的火锅料理。黄金鱼腹锅，这个基隆海味都在这一锅。第二题，请问基隆有名的虾三宝是什么？剑虾、胭脂虾，还有超级无敌最棒的大明虾。第三题，要如何选购基隆新鲜优质的鱼产品呢？我们有基鱼优先标章。第四题，基隆冬天主要生产的农产品是什么？基隆山药。第五题，请举出具有创意的基隆海味伴手礼。这个小犬化石烧，还有海藻啤酒，还有这个海鲜泡面。第六题，请问基隆特有的炭烤美食有哪些呢？炭烤吉姑辣，还有炭烤三明治。第七题，下列基隆人气美食哪一道含有咖喱味？第一个阿华炒面，第二汕头牛肉面，第三里湖咖喱酥。三个都有。第八题，基隆有两家超过40年的套炸美食，周家豆浆、陈家早点，其中有一道美食的共通点都是要先煎后烤，请问是哪一道？葱油饼。第九题，请问基隆行阿来美食猪肝肠、大肠圈、长角面食是藏在哪条行阿来里面呢？孝山路。第十题，请问基隆深夜必吃的美食是什么啊？鱼加鲜鱼汤。第十一题，请问哪一个市场是基隆人在地的美食天堂？仁爱市场。哇，市长果然是基隆美食王哎！除了美食，也请市长推荐几个可以眺望无敌海景的地点好吗？像刚刚的这一个，我们海洋广场、潮庆公园、101忘忧谷的高地，还有外木山的这个海岸，都是最棒的一个地方。好，最后市长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活动要介绍给大家？在我们的10月21号到10月29号，我们要举办基隆城市产业博览会，在西23码头仓库，也在这边邀请我们所有的好朋友，大家一起来基隆走走看看，一起参与这个活动哦。谢谢市长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